将军坏了，咋了？坏了，咋了呢？
吓死了，那就打打打，继续打下，这叫紧转，这叫紧转场啊！行行行，直接打向轿上，这样飞起来。哎呦，飞起来！追出去！不，追出去！追出去！将军，追出去！啊，乱笑了，咦？像？哎？咦？看你咋办？不对呀，这样再来，也会飞起来。哎，怎么吃破？没有，猪屁子。吃破，猪屁子，猪屁子，吃破干啥？吃破能吃上吗？将军，也破了，这爹。那我扶你去了。来，小心吃。哦，小心吃就是。你想吃，那再吃破，他不是死破吗？嗯。这个局不能动，人一动打过来了，这边叫杀了。别吃破。听着。别说现在吃破。那好吃吃苦的咋办？你看好吃多了，嗯，吃不上了。我这吃少了，我不不不，你先把它吃掉，你先吃掉，吃掉那这个是做执行做功夫。紧追，管的，管你吃少了，打笑了就走掉，这不敢走了。不敢走，你要做就不了动了。我不动，我动啥呀？我现在打，我来吃草，来吃草，脚住你吗？打仗就给他打，就给他打仗。咱不能吃力的去让我们抓将军下士睡觉了，忘了睡觉了，像飞起来跑个小雕，他敢出来向我都举着呢，你看不见哈哈哈哈，这是要不就是刺激下面就吃了将军，将军将军来吃药苦，吃苦，不要吃苦。吃苦对。叫吃苦吃掉走。退军。再吃这个包，少吃掉。向山打回去一枪，双狙都没了，臭不臭？我的天哪！浸泡。拼死吧！不，直接。你把这个顶个人本来就吃上了。哎，下午就局这四。哦，直接平顶关。那跌破，跌破。哎，那我一进局，他垫破了。那跌破了，跌破还大破。现在吃香。那又搁上了。将军。哎，上士。上士。上士，我看。又吃了。哎呀。哎，你进兵吧，你看，将不死。将军。哎呀，还抓了。哎呀，有啥用呢？完了完了，双狙。那咋办呢？双狙错，想起来一平局就没了嘛。你追回来。哎，我还是杀他是。退炮。把他给我破了，先出来。哦，那一个是掌兵的。将军。上来。那屁局咋办？上。啊？平局要进来了，咋了？平局。嗯，进来，进来，进，坐着。嗯，我就进来。哦，那直接是到底这平局咋办？吓死。金子下的，关键人家给你当啥打？少塞龙宝咋的了？哎呀，那将一下是打掉，那不是杀是打掉就杀死他了。哎，算了吧。